到美丽的鸣沙山，这里风景优美，景色独特，是拍摄观光照片的最佳地点。大家骑着骆驼，领略着大自然的风光，而且长长的骆驼队，气势壮观，难得一见。为了使您不虚此行，在这里有我们专业的摄影师来为大家拍摄旅游观光纪念照片，请大家配合好摄影师。下面出来，出游客们，大家赶快准备好，我们的专业摄影师在这边给大家拍照了，注意看镜头。照片拍得好就要，拍得不好可以不要。准备好了，马上给大家拍了。来，给他拍个照吧。下面想要拍照的赶快准备好，马上给大家拍了，挥挥手。照片不好可以不要。来得及耶！看。